是有那种快乐的觉得。
过一下澳洲真是不错。你要回啊？我们给你寄回去，主要就是工作中间。但我不能提高不再提。你们寄回去，我要苹果家，我当了。你们师大，我当时在开房，我还能谁能管两我？你这。摄像吗？怕碰瓷啊！
讲清。